伙伴们，宝宝抓周日来喽！请为他们一生一次这么重要的时刻留下美好的回忆吧。抓周很辛苦哎，抓周准备很多东西哎，而且要买超多。不是道具，对，抓周那个空间要先挪出来。我觉得抓周就在我们那个把那个外面那个地盘H3，然后挪掉，直接给它铺，然后要铺栅栏保护他们。要摆计算机。你们还记得你们小？但我们先说，你们小时候记得你们抓周抓了什么吗？算盘。我小时候我抓了琴，我抓了钱呐，滑鼠，钢琴，小提琴。你们要先想餐吗？哎，对哈，刚刚还有饮料，所以我们要做小孩的餐点吗？要，大人的也要吗？一岁的孩子不就喝奶吗？没有，还可以吃一些副食品。副食品呐，你会做副食品吗？当然不会啊，还怎么煮那个啊？煮那种粥，爸爸粥，宝宝粥，用花椰菜，然后切碎，对，布拉鱼切碎，煮粥。布拉鱼怎么切碎啊？就是剁碎啊，就这样。那你可以做吗？啊？你可以做吗？啊，可以，可以啊，熬粥还好。好，那宝宝粥就这样给土中粥，土中粥，火汤粥。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。我们现在菜单先讲一下，好不好？要吃也是吃三点到五点嘛。预计他们三点进来用餐，你们希望几点开始办那个抓周？先吃，要吃一下下吧。四点半。四点五点，天气凉一点了。对，四点半五点。哎，我们再来做一个红酒炖牛肉一锅在那里，然后饭只要盖一碗，然后淋上。这好哎，这来地会饭啊。卤肉饭跟红酒炖牛加，也是一样红肉。卤肉饭也可以啊。卤肉饭，你为什么不煮那个黑胡椒牛肉？这小朋友不吃辣，这不是给小朋友吃的。爸爸吃的。然后你黑胡椒不要加那么多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，好，对，对对，好，哎嘿，我们现在有一个 set 啊，那个就是一个主食嘛，小朋友的粥嘛，一个饭，然后一杯饮料，然后跟一个奶酪，现在一个 set 是这样。baby 耶！哇，婴儿座椅真的有，而且是很时尚的哎，而且它小的那个好可爱哦，小的好可爱，小的有自己的小餐桌哎，哇，你看那个门，哇 ，baby 要从这个地方钻过去出发，钻过去然后拿他想拿的，这够追耶，这有恐龙，哇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哎，你看。这个设计很酷，它会有吸盘呢。啊，翻不倒。对，不会倒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那个发明很多年。发明怎么样？很多年。哦，果然是有小孩的。哦。骄傲什么啊？这个也要骄傲。这怎么开啊？哦，像闸门这样。哎，你是会把它弄坏啊？你是不是想进去睡觉？进去睡觉，很舒服哎。模拟我们是娃娃。啊哇！好大一只哦，巨婴。哎，快！来发行比赛，快点，快啦！哎，为什么不进来？哎，把他鞋子丢掉！你们很坏哎！哎，我们今天抽午餐，那我直接抽了。哎，我可以先看一下里面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吗？抽我，抽我！哎，这个券哦，好，抽我，抽到我，抽我啦！比赛公平，先全部拿出来看是不是都有，看一下，有啊有啊，有元浩，都有都有。哎，我来抽。如果是你，我把我那张给你用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抽了。好。不可以看，不可以看。他讲不听，他是巨型音。公平公正公。他讲不听，他是巨型音。哎，掉出来，抽到了，抽出来了，掉出来了，掉出来了，还是你啊？鬼鬼。掉出来了。耶！等一下，是要抽的哎，没有啊，就是掉出来了。那再抽一个帮手啦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还是有个想法啦。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把冰箱清一清啊，不要一直花钱买东西。因为我们吃东西，其实冰箱都还有一些东西，把它做完吃一吃就好了。过来弟，因为是花钱买东西，然后食物越堆越多啊。好啊，鬼鬼，等一下我把冰箱清一清就好了。冰箱有什么？好了，我来看一下。没什么。好啦，这边负责我的员工餐。哎，有了，鬼鬼，有这个春卷跟水饺，哎，我们等一下吃这个就好了。好，吃这个就好了。
我们今天就吃这个水饺，然后还有昨天还有些青冈菜跟一些青菜。青冈菜，你刚刚说青冈菜，青冈菜。没有，他说青冈菜，应该是新的一种品种。OK， 我们就把那些菜煮一煮，弄一弄就好。青冈菜。那我可以选一个人帮我吗？就只有我而已，你不要选。只能选你哦。只能选我。只能选我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情绪撞心灵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阿哥，我们该来弄我们的宝宝粥了吧？对啊，我去拿这个。哎，我该做什么？把它切碎，切碎，然后碎吗？是，这个我们吃吗？碎，好。哎，我们那天康哥，我们说我们三点开始好不好？跟那天讨论的一样。可以啊。三点，然后一样是四点半开始抓粥。Yes。会不会太晚啊？会不会天黑？不会不会。你们今天的食物是黑胡椒牛肉跟卤肉饭，还有宝宝粥。宝宝粥、提拉米苏千层跟奶酪，所以就是等于甜点就是奶酪跟提拉米苏千层。嗯，那宝宝粥就是给佛宝宝。嗯，浩哥，你那个卤肉饭我帮你打好吃卤肉饭哦。啊，黑胡椒牛肉就叫黑胡椒牛肉，是饭还是面？饭。电话电话响了。啊？开始了吗？等一下，我这件事情。开始了。喂，你好。对，我们今天是那个抓周，然后我们需要的条件是，那个你的宝宝要是11月生或12月生，然后要满周岁来抓周的小朋友才可以参加。哦，你们没有是不是？哦，你们单纯想去那，今天没办法 ，sorry 哦。好，祝你幸福哦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我想先问一下，您有孩子吗？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举办那个抓周 party 这样子，你可能太巨大，你几岁？你30，你去32例吧，抓什么周啊？不行，不行啊，不行，没办法，因为你已经离人生太远了，30年太久了。今天店长还是祝你幸福啦，好吗？哎嗨！哎来了，这么快 ？Hello！ 我是觉得真的要找一个会带小孩，因为1岁的孩子我是真的不太会。然后那个爸妈会觉得很宾至如归，他来这边他得到放。还是我们上网 Google 找奶妈艺人，有一个演戏的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手语。嗨！哇，小帮手，他很会宝宝手语。对，我今天是来帮助大家。对，嗨，嗨，欢迎你好，嗨。希望今天可以帮你们。好久不见。你可以说说你带什么东西啊？那什么东西？对，就是你知道宝宝的一些小道具。宝宝的玩具。哦。耶，哈，哥哥。那你有想要做内外场吗？就是我就是随你们发布，你们想我做什么？我做什么？康哥，康哥的帮手，苏玉，苏玉，你会做宝宝的食物吗？还有瓦斯炉。宝宝食物我可以帮忙。那康哥很需要你。来加油！嗨，我来帮助你了。你好，苏玉，你有宝宝了吗？我有两个。哦，你有两个。对，我大的7岁，小的3岁。哦，我们乌拉鱼如果要他去煮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先过熟一下？对啊，因为它很比较会有比较咸，小朋友比较小，有很多孩子就是1岁的时候还是不吃太多的调味，反正我就过水就好了嘛。对，好，因为我有一个他们提供的高汤，嗯，我就直接拿高汤。哦，宝宝的高汤，哦，那可以啊。这个我剪成这样就好了，煮一煮就化了。嗯，对，可是就是。因为要看小朋友的咬合能力，如果你要煮比较烂的，对，煮成像粥一样，哦，那就 OK， 那就 OK。对啊，所以苏宇是在研究宝宝手语哦。对，我教宝宝手语。手语超强的，因为宝宝还不会说话，但他肚子饿啊，或者是他想互动。那肚子饿他会怎么表达？肚子饿。对啊，肚子饿的手语是什么？他想吃东西。哦，我知道。吃，就是对啊，或要喝水啊。弄个饮料给你喝，你要喝什么？啊，不有咖啡啦，然后气泡水啊。哎，你说你有看，你说你有看我们的节目，你最想喝它什么饮料？最想喝它，你们不是有那个什么什么，也是气泡饮，百香果吗？百香沙瓦是不是？好，因为你一喝了就要开始认真做事。没关系，我
我今天就是来做吃的。这个立冬，立冬真的，你看你的待遇跟人家待遇真的不差很多。你一来的时候就去扫厕所，人家一来还可以点饮料。哇，哇说，不要嘲笑我。没有啦，就是能力比较大嘛，所以你就可能看。能力，我的能力就是去扫厕所。嘲笑。这个就是采买，难怪康哥喜欢采买。基本上今天这个主题应该是算耗子哥跟这个康哥的主题日，并不是因为他们两个有小孩，而是他们两个就像大型的小孩。你好，安子这边。香蕉，香蕉，你要个这个，这个这个啊，这个水，哦，四根。我看过你，谢谢。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呱呱。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我叫立冬啦。哎呀，那你价钱不能打得很幽默，你要打对哦。来要打对啊，不然因为我第一届采买，我袂当出包。是。我第一届我嘛是最后一次。谢谢。谢谢。财神那里你好。对对对对，你好。啊，你的小朋友12月20日吗？满周岁吗？你住哪里啊？可以啊，冲一波了啦！云林过来很快，而且我们这你们要上电视哎。好哦，那我就先帮你留位置，然后我们3点财神那里见。好，好哦，到时候见哦。好，我顺利的接到一组了。浩哥，我要接第二组喽。现在11点的，你自己抓一下员工餐，抽到你哦。哦，好。好凶哦。那你不是要帮我？我有帮你啦，我现在在帮你绕修罪啦。他要帮，但他都要凶。绕修罪几万？真的吗？我可以帮你啊，那你看一下时间啊，这样子。好，自爱一点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改进。自己讲话的小心一点。做人要自爱。对啦。你以前就想要有 baby 的吗？对啊，我很喜欢小孩。很喜欢。我还嫌自己太晚生，我25岁生。二十五还晚，对，我还25算早了。现在就喜欢小孩啊。所以现在几岁？7岁3岁。7岁啊，小一的呢？对对对。还有再生吗？如果可以不介意，因为我两个男生。哦。男生跟女生很不一样。完全不一样。对。男生就是男生他一直在生气他。对对。太皮了。那女生很贴心哦。我女儿有一次，我去那个演讲嘛。那一阵子都在演讲，然后有一次我就说爸爸今天有点沮丧，然后因为演讲的时候下面有些人在睡觉，然后睡觉，然后后来隔一天我要去演讲，然后他就过来跟我说爸爸，你今天演讲的时候如果有人在下面睡觉啊，你帮我把他眼睛挖出来。这个在恐怖，有一点点。这样他就不能睡觉，又觉得很。爸爸听到是什么感觉？我是讲就很温馨，很温暖。但是我就觉得，我的家教应该要再稍微调整一下。建议搅拌后喝。谢谢耶！我觉得我好像轻松的有一点点心虚。没事没事，没关系，我一定要来开始交代你任务。好好好好，那我就先保留你的位置，因为你就是最 lucky 的最后一位了。好哦，那等一下下午3点见哦。好哦，拜拜。关机。康哥现在是要帮你用你的饭，还是说他的粥？他的也要用，我们两个都要用。都不需要用那么多饭吧？他切那个，然后那个风啊。康哥，你不能这样，我这边更难过啊！我想说，煮饭怎么会煮到这么难受？我也是哦，难怪我觉得眼睛好酸哦。想说明明昨天就很早睡，就怎么眼睛那么酸？你的眼睛哦，水汪汪的，眼睛真的好酸哦。不要哭。刚刚放多少水啊？8杯。今天肥缺都被他们抢走了。
哎，晚了一步。香蕉来了，香蕉来了。哎，香蕉给你。是呀，谢谢，太棒了。你回来了？怎么了？冰柜神速。哎，你真的好快，因为每次看过去都去好久好久。那个怎么可能会很久？不知道啊。你买多少东西？那个阿姨还跟我闲聊很久哎。哎呦，那我弄，反正你就要弄我就对了。哎，所以你们等一下要帮忙抓周的流程，大家都。好，抓周流程那个给他看一下好了。啊，是这个吗？所以是这样吗？你的抓周也是这样吗？大概其实大概都是。我不是问你自己的抓周，我说你小孩的，你可能记不起来。对，大概都是差不多。问起来很怪。对。你小孩抓到什么？我小孩。对啊。好像也都是一些表演类，就是钢琴啊，然后麦克风啊。我女儿抓到了超屌的。抓什么？她就跑跑跑，然后爬到抓住我的大腿。我说好，爸爸养你一辈子。先喝一口看看这个好味道，看起来没有酒啊，有的，哇塞，哎被呛了，他嫌你不够酒，不会，没有酒，没有酒，没有酒，有了，有吧，嫌你不够，你喝半杯再来，有吧，你先喝半杯，你确定要我？上次鬼鬼喝了一口，我就开始胡言乱语，来来来，继续，我也很快哦，继续，你也很快什么？我就喜欢速度快的。会好棒哦！好棒吗？原来它可以跟香蕉这么搭哎。Yes， 妈妈会喜欢吗？会耶。真的吗？就是喝的没有负担。对，我平常不太喝 whisky， 因为我会怕那个 whisky 的那种呛味的味道。我到时候会是这样，然后再加一个万寿菊。啊，好可爱哦！哎，好棒哦！然后如果这个可以的话，我就让妈妈们点点看喽。可以，我觉得妈妈会喜欢。好，下雨了，哎，那个康哥，下雨了，外面那个东西要看一下。哎哎哎，去收一下。什么？下雨啊？对，下大雨。下大雨，快点快点。哎，这个要搬到哪比较好？先不要淋到雨就好了。对，先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先这样。这样。先这样子。先不要晒淋到雨就好了。啊，这样就有溜滑梯了。好开心。好聪明，然后就是阶梯那边啊。这个我觉得还是收一下，等一下有风进来。这场雨真的是乱掉了。对啊。呀呀呀呀！然后把今天要出的先把它决定。好，我要放心交给我，就是我们那个香蕉的特调，香蕉的特调酒，然后香蕉奶昔，百香果沙瓦，百香沙瓦的那个另外一个叫做炸香红玫瑰，水果茶，香妃水果茶好了。香妃水果女王。哇，你在煮什么？我在弄员工餐，有水饺。哎，这好像是我们快营业中的水饺。所以今天来的客人是大人也有食物的。对。好香哦！哦，这个有香哎。哇，有青菜耶！那我端出去。今天有青菜，哇，好难得，好赞。要谢谢昨天那个猪哦，猪叫什么？他没有吃完，我妹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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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才有的。谢谢妹妹，康哥要吃员工餐了，调一个位置给我。那张那水饺可以端上去了。好。
哎，没有那个餐店哦，餐店不用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店员工的餐店，之前有啊，怎么越来越随性？我只能这样。不是因为刚一场雨来的，一场挂掉啊。其实不是你的歌吗？走在台北的，你看这不是台北，是车程。走在车程的一场大雨里。 吃饭喽！吃饭喽！来打乒乓！我可以喝个酒吗？当然。我帮我们报。谢谢。哦耶！咕咕酱。哎，这样看起来更好吃。哎，那这样特别有过年的感觉。对对对。哎，过年吃元宝哎。哎。大家升官发财，富富高升。嗯。 一个人讲一个关于兔的吉利话。好，我先说 Love you too。 哎呦。好。我好像兔草有进包。哎呦。好。我祝业绩突飞猛进，突飞猛进。哇，兔年行大运，赚钱赚到兔。祝大家兔兔顺利，万兔顺利，好不好？万兔顺利，好棒哦，好棒。会变成流行。会变成流行。 你赞成芝麻好吃，谢谢谢谢，松露很好吃哎，松露这个吗？嗯，松露有一个剥皮辣椒跟松露。我们的嗨嗨营业中的春卷，耶！祝大家春满福。 参考五村啊，参考感情，回不回来的？对，参考五村啊，简单啊，好吃，嗯，好吃，吃完会回村，再来五条，欠账，还是我们今天卖春卷？来不及，我正好要吃，煮饭啦，哦，好爽。 烫一条。你不要摸，不要摸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修掉，修掉！哎，你怎么会这样啊？哦，我的手差点融化。 多少比较好？像就是黑胡椒牛肉，然后卤肉饭，然后宝宝粥，就是会给他一个宝宝粥，那就饭二选一，然后甜点二选一，然后饮料五选一，一百二十一，220，240。其实我们的套餐至少要450-500块，我认真的。520，520，520。哎，所以今天你弄完饮料会在外面？对，帮忙顾小孩。 我们三个一起听好了，H1一样，H1 H2，H3是白色的，四个小桌子那个。对，那个可以坐两家人。今天的流程呢，先让大人把小朋友喂宝宝粥吃饱，我们就把小孩放到这里，然后保姆们就来帮他们带，然后不然大人好好吃饭。保姆就是汤哥跟苏宇跟你，你今天要负责帮我点餐，然后给我 key 单。好，希望不会下雨。没有，我就说，但因为这样一家人雇一个，所以等于我们这要移开人，就是这边要放两张嘛，一个小孩 ，OK。 哎，我的朋友！哎，你们是不是自己闯入了？哎，有人来了。
是他朋友吗？虎哥的朋友。你是每一集都有看？有对不对？有看一模一样哎，你害羞、喔？给你们吃。你们先吃，我去拿喝的给你们。呀，你看起来好开心啊！啊，你请我吃一颗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哦。啊，这个杯垫送你们。哇，谢谢。那个是鬼鬼。这个，人家鬼鬼的。鬼鬼的。你要说你最喜欢谁？最喜欢鬼鬼。欢迎阿伦。哎。他叫。大叫。大叫。还有帅吗？还有帅吗？哥，你要问他什么问题？来，你来这边问，快点！我在做饭，你来这里问。他都有看。你要问我什么问题？要把玻璃弄破吗？要把玻璃弄破吗？我啊！你也知道，有我把玻璃弄破了啊，传到他那里了。但是我就买一个现在不会破的玻璃了。你看现在还是会破。有一种庙会感，真的会敲，还是你去外面敲一段？哎，凤梨，我跟你说，因为你们今天不来用餐，我请到我的拿卡西团队帮为你们唱一首《耗子的梦想》，唱拿卡西。世上只有妈妈。好难听，好难听。这拿卡西好奇怪哦。孩子会做这么奇丽吗？来。来，咚咚咚锵，嘿，咚咚咚锵，嘿，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我走路有声鼓，手拿着锣鼓来唱歌，别的歌我也不会唱，只会唱个模样歌，嘚隆咚咚敲一飘，嘚隆咚咚敲一飘，嘚敲嘚敲。可是过年歌啊，啊咚咚抢那边财神到，噔响噔响噔，财神到，噔响噔响噔，财神到我家大门口，嘿，嘿，迎财神，这歌路好像不是他迎财神，嘿，以上是针对过年的表演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请打赏，来左手100元，谢谢。妹妹喜欢，对，OK。我们喜欢奇怪的表演，我们这个年龄都喜欢奇怪的。这是我带的东西，小朋友玩的。这要怎么玩？如果你们压力很大的话，这个超疗愈的。是揪脸的吗？不是，你拔它，你就拔它。哦。很像拔粉刺哎！啊哦！对对对，我会把它就交给你喽。你说抓周啊？对啊。哦。你是保姆，是这一个。等一下，我负责抓周。虎帽，虎衣，虎鞋。你们差不多要回家喽。希望你们今天有开心哦，拜拜！谢谢你们来，拜拜！拜拜！拜拜！
亲爱的伙伴们，帮我试吃一下好不好？哦，试试看。所以你们还问说辣度啊，或者黑胡椒牛肉，可以的，好吃。这是有辣的吗？这是可以胡椒可以加，就是胡椒而已，正常。康哥，还可以耶，好吃哎。它不辣，不辣，不辣，不辣。那你就问客人，如果胡椒还要再多一点的话，可以。我觉得不辣，完全不辣。它是不用了，不要了吗？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你们要写。就是你还是要问一下什么小姐，比如说 H1 料，谁 H1 料，对，然后你就帮我写，哎，苏玉 H2O， 开玩笑，烂透了，烂，这个很烂 ，H2 不能有 O 先生吗？可以可以 ，H2 的 O 先生。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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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全部把它写起来好了，全部写起来了 ，H1 料小姐。H2O 先生，这个居然有错！再讲几次？嘟嘟嘟嘟嘟！哎，我们，你说今天我们总共几个孩子？六个，我刚刚看一下，几个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，六个，确定六个。抓周，抓起来！哎，来了，好可爱！请问你贵姓？欢迎跟着立冬叔叔。哇！哦，台中的名仔要冰吗？冰冰啊，塞礼物。小声一点，家教，小声一点，你太大声，你吓到他了。并且跟立冬叔叔，欢迎廖小姐吗？我们做 H1，来来。哇，爸爸这么高，以后也是哇，真的，这大人分 model， 小孩的位置。真的，他徒手抓的。你要吗？哎、欸，他有开心呢。姐姐会害羞，漂亮姐姐。害羞。五分钟就好了。该组来了，该组来了。Hello， 嗨，你们好，欢迎光临。你们是四大一小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等一下我们会帮你代位。好可爱哦，小朋友。嗨，走。哎，这个是爷爷奶奶哎。对啊，阿公阿嬷。阿公阿嬷带小朋友。哎，这个小朋友超活泼的哎。欢迎。他不害羞哎，他还拍拍手。来来，我来。小朋友的小名是 Missy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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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 ，Missy 啊，拍手了哇！那等一下，我们就先让他先喂饱他，我们这样有他亲手做的粥，康哥，布拉伊康粥，布拉伊，布拉伊好康粥，好，布拉伊好康粥，呀。因为我不知道小孩子习惯，所以我这个粥里面它里面只有掺了高丽菜跟白色花椰菜跟布拉伊，我觉得这三样，然后用高汤熬的，可能小朋友就比较没有太大的排斥。Hello， Hello， 妹妹是施小姐吗？施先生，施先生 ，Hello， 哎，那我们就在这里好吗？好可以吗 ？Hello， 你们好，你们贵姓？你们是红红对不对？这边，这边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餐点，然后先给你们看一下 ，special 给你们一个520的套餐。宝宝的部分我们会帮他准备宝宝粥，然后呢，大人的话呢，你有看到主食2选1，然后甜点的部分也是2选1，各一个吗？对。好。有酒精哦，放风。OK。那个妈妈很需要酒精。我刚听到红玫瑰。冬选。我们主食各一个。啊，主食各一个。甜点各一。然
喝一杯香蕉奶昔，一杯香蕉奶昔，好，一杯柴橙红玫瑰，好。好香哦！我小时候幼稚园也是吃这一种粥，这个味道的粥哎。你要试试看吗？这也好想吃哦。试试看啊。嗯。吃的好好的。哎呀，它加很多料。就是你觉得 OK， 你自己会吃的吗？也会吃的。他会吃。就是这样。嗯。你看一下是哪里？哪里？旁边的盖子。在后面。你叫什么？你要用。还在抽烟。看一下宝宝喜不喜欢。哦，宝宝蛮喜欢的，很大口哎。宝宝很大口在吃哎。对，还在吃。对啊。就还有爸爸的味道。你。他都会拍手。哦。给康叔叔拍手。我们都插在这里。这个是我的香蕉奶昔。好。天蝎。天蝎。可以，所以插这样子。不会。太好，你懂，太对了。然后边吃边配手，沙尾，哪里？好热，我过去。他也快睡着。他都没怎么吃。还有，吃饱，还有，你又在还有。所以等一下，如果有空，外面也要去招待一下。外面浩哥，浩哥，我知道，等一下哦。等一下，浩哥你。我现在太闲，不是因为我现在太闲，一直注意。我知道，你不要先这样，因为我。很喜欢他，浩哥很喜欢在我就是在弄事情的时候跟我讲一个话，我真的是。好了，我知道，等一下好不好？这个是等一下帮我放在，这是廖小姐的，然后帮我放她的桌上，这给你啊。然后我做香妃，然后你做水果。香果沙瓦。还要慢慢来，没关系。我会盯着，我会盯着。Oh my god！ 啊！你好兴奋哦。看到了，很开心。啊，好康做可以吗？可以。康哥亲自下海去徒手抓乌拉鱼。下。不要再骗人了。还有他熬一个早上，跟他在演艺圈一样，他熬出头了，熬了一辈子，熬了一辈子。哎呦，你喜欢吃哎，那就好。我好怕，因为小孩子口味就是很直接，第一口进去他不喜欢吃就完了。有一个小女生已经一碗吃光，真的哇，好厉害哦！你洋溢着爸爸的骄傲哎，又不是你吃完，好像都是你的小孩这样，然后你很有成就的感觉，所以你就知道做东西人家愿意吃很爽啊。对啊，真的很爽，真的。我最大压力在于我做的那个宝宝粥啊，早上我就一直假装自己好像很自然，其实我一直很怕小朋友不接受那个我的粥。他们这几位小朋友把它吃光了，我就很开心，也在中间找到了商机。有几个家长说：“康哥，那你就可以出宝宝粥啊。”是不是？
想一想咯。那等一下他们吃饱就可以放电，就可以去那边我们的游戏区，游戏区就换你们可以安心用餐。我们有那个你们的专属带 baby 员哦，目前我们不知道到底带的好不好，所以你们上实验室第一次。来，进单。我可以问一下 H1 H2 我要用餐。好好。大人想用餐的话，小孩可以交给你们。好好，有有。H1 来哦，来哦，你们的饭来了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帮你带看，你就可以放心吃。好，哇，好香哦！这个我们，哎呦，我们的卤肉饭，哎呦。不是锅边素的，H3 啊 ，H3 哈哈，我只想让他看到刚做好的菜有多好吃。不好意思，等一下哦。好。我刚才跟你说 H3，你为什么没跟我没有听？我刚刚，我刚刚只是。等一下哦，那这边。哎，欢迎，等一下哦，马上就来。欢迎。Hello， 带了一个宝宝来，欢迎你们。请问是定位名称是？陈小姐，好，那我帮你代位一下，我们往这边走。好，谢谢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是难不倒我的。各一。哎，下雨了耶。没有啊，没有没有，目前还没有，对不对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没有啊，没有没有。等下如果下雨的话，我会帮你们移去里面。移到里面。好。H4。对，这边。来这边。来这边先请坐。好，欢迎。嗯，咕咕，我们去玩呢，好不好？那妈妈，你们好好吃饭。啊，叽咕叽咕，啊，叽咕。哎，爸爸，你可以帮我开个门吗？我们去跟弟弟玩，好不好？叽咕叽咕。妹妹要进来喽。哇，那个妹妹发型好可爱哦。小丸子，哎。你看，我女儿的发型也是这样。吃完一碗，她一下吃完一碗，那么小一下吃完一碗，对啊，超猛的。你这个要不要出真空包啊？我觉得有搞头哎。H3，香妃水果女王茶，这边顺便好。来哦，来，这个是你的嘛？对，没错。对，百香果。想请问一下，宝宝是不是对海鲜过敏的？对，就是贝类跟甲壳类。那帮他准备贝类跟甲壳类，所以布拉提是可以，布拉提是可以的，好，它是可以的。好，那布拉提是可以的。来，他叫阿贝吗？阿贝阿贝，叫哥哥。来，这是我煮的那个布拉鱼，那里面只有布拉鱼跟那个高丽菜，还有一点点的花椰菜。然后用高汤煮起来，我没有放蛋，因为我怕有些小孩子，其实有些家长一岁的时候不给小孩吃蛋。对，你好信心哦，果然是爸爸。谢谢。爸爸喝的奶茶。哦，真的，我喝。对，就觉得香蕉很浓郁吗？赞。要吃吗？继续喂。这卤肉饭很香哎。太熟也会有一个腻感，后面会很浓。太甜，太假了吗？可以上。浩哥，
H 二也可以上了。来，我来，来，挂三回来。报告这是哪一桌的 ？H 二。知道这样玩哦。不要破，拜托！不要破，不是不是，小心！哦，有有有有，好。啊，完了，这个毁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还是重弄一个。等一下，没想办法，就。慢点，慢点，买的话。啊。你帮我把旁边掏掉就好了。你说像这样吗？还是要把你要再重放一颗？对，我要重放一颗，对，那个蛋饼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然后这个是，这边的。H two。大神老师。这是元昊做的。不见了。不见了。怎么办？要需要帮你顾，然后你去吃饭吗？等我，等我一下。可以。小猪宝，你要进来吗？小猪宝，你要来吗？嗨嗨嗨！啊，可以的。可以。准备好了吗？可以的。哎呀呀呀！啊，这个好好笑，哎呀，就是刚去扶，他会一直挣扎，脚会一直挣扎。那不不真的，拜拜，就吧就吧，再一次，再这一次哦，再给你包，给你包。哎呀，丢球球，你喜欢玩球球？嗨，不好意思。还有吃吗？有，还蛮喜欢的。有，哦哟。对啊，这是康哥亲自煮的，嗯，跟他演艺生涯一样，是熬出来的。他熬好了，很早就开始熬很久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今天是我们的这个，对，懂我的梗的人才是幽默的人。今天我们的这个针对是520套餐。好，那你们等，要不要我帮你们顾？你们好好用餐。他会不会怕生？还是我把它放在这边喂他吃？可以试试看了。好好，我帮，来你帮我放的，我帮你喂。让你们好好吃，因为我怕冷掉不好吃。这个做法太好卖了吧？好，爸爸跟妈妈可以先吃饭。但我要 key 单子。对。那你来喂。那我换我，好，可以啊。你会喂吧？你先喂，我就 key 单。我是你的植物代理。啊，你的已经带去了，吃完了，吃完了。他怎么有一种厌世感？我是漂亮姐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那我要漂亮一点吗？小姑，小姑，小姑，太大声了，太大声了。太大声了！啊，我走！你先吃，你先吃。他哭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好，爸爸抱，爸爸抱，爸爸。好啦，没事。你要不要吃一点饭，就不会哭？怎么了啦？好。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吓人家？人家是来放松的。好，哥哥走，哥哥走，我去扶，你应该不是我的课程，好吧，不要这样嘛，要喂你吃饭嘛，好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他哭了啊，不是我刚刚可能太大声了，对，他哭了，谁哭了？他一过去人家就哭了，你把小孩弄哭了，对，小声小声，你先小声一下，没有，他没有哭，康哥，他只是自然的情绪的流露而已。还要吃吗？还要吃吗？爸爸，好的。刚刚的哥哥吓到你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哦。哦，不哭不哭哦，我们去玩哦。啊，不哭不哭。啊，不哭。啊，不哭不哭。啊，不可以离开爸爸，是不是？啊，不哭不哭不哭。啊，不哭不哭。
不哭了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了好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叫我们去找别的小朋友玩了。Go go go！ 哎呀 ，go go go！ 我去找别的小朋友玩喽。哎，讲咻，讲咻，是谁来了？红红来了。Hello，Hello， 你看好多小朋友哦。红红，你要进来吗？走走走。哇，你哭了，好可怜哦。来，继续跟其他小朋友玩呢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多多，哎呀，快点，你看，又球球，它快掉了，好紧张，它不会，要上哪一桌 ？H2， 上完菜帮你素的 H2， 来你先，哎呦，我们的小姐，哇。好生动，今天用娃娃音哎，很棒。对啊，因为我刚刚在那边，对呀，把小孩子吓哭了哈。会跳舞，要不要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不要害怕哥哥，你好会弹。我看到，你不要再害他哭了。跳跳跳。嘿，你看。哎，没想到他们都没有哭，没有闹哎。对啊。这里有一个和谐的气场，对啊，还不错。没事，他会看着。哇，他玩得很开心。很久没有小孩不在身边哦。好吃。谢谢。你跟阿贝为什么？嗨。好吃对不对？好吃啊，你喜欢啊？我刚喂了第一口，然后第二口他自己。往前要吃，对啊，好吃对不对？谢谢你喜欢吃我煮的东西，谢谢。谢谢。等下你们的东西等下就来。好，谢谢。卤肉饭先给你们，等一下马上那个牛肉就来了。好。哎，立冬，再帮我确认每一桌菜都有到吗？我这边出完了，帮我确认一下每一桌。刚刚说什么？对，就剩主食都到了，主食都到了，主食都到了。好，好，来你去。H2 香妃水果，香妃水果。OK， 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啊！赞了。嗨，你们的黑胡椒牛肉来了。耶耶！那等一下他想要去那边游戏区，可以，我们可以帮你带看。哦，好吧，你们就放心吃东西。好，谢谢。他如果听到哭声，就代表我们顾不住。对，顾不及。听到哭声之后就，我们就要换人，因为我们的宝宝看护也会一直换，换到适合他的客群。就是他看到喜欢哪一个这样。对对对对的，让他选。哎，好伟大哦！啊，那好，我喂你哦。哎，你喂他一口。对。爸爸很辛苦，来了啊！哇，你看，好有爱的店，来，谢谢。好，他们都说很好吃哦。谢谢。这个你看吃什么？除了一根辣椒没吃之外，全干干净净。我们说那个菜怎么样？这个菜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很好吃啊！你是点粉，我们各点各点各点专业吧，专业。对，我们在外面吃的很少很少。哎，而且分量很好。嗯。文浩跟莎莎处理。蛮厉害的。牛肉很嫩，那个牛肉很嫩。还是你要给康叔叔抱？抱。抱抱不要。好不好？你想睡觉了？要不要爸爸打一个重大的哈欠？要不要？你要抱抱吗？来。你看这边好多爸爸跟妈妈哟！哇！啊，不要看他！哎，不行，哎，他喜欢我，他不会，他不会哭。你抱他吗？嗨。他怎么？他怎么一个？他不要给。没有啦，哎哇！你看，你抱好，你抱好，我的手，你手抽。你抱好啊，你抱好，我好紧张。你抱好，你抱好，你抱好。哎呀，你看，哎他不要，他没有，他没有。你要习惯。你要抱好哦。哎，这个怎么抱比较好？抱起来好奇怪。这怎么抱会比较好？这样也可以啊，这样也可以，是不是？你的手臂给他做啊！哦，我的手臂给他做，对，给他做这样。哎，乖乖哦！你看他没有哭，
我找到我的客群了，有人员，耶、这是我们的主厨，好，你看，主厨，嘿，哭，啊，哎，他没有哭，可以哦，他是不是一直在忍啊？他没有哭，要下去玩吗？可以，要下去玩，来来来，可以啊，你可以吗？你可以一个，你可以一个带四个哦，他可以带四个吗？来来来，可以啊，但是你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再跟我讲。他需要你抱着，真的吗？嗨，现在。哦，你又哭哭了，来我带，哭哭怪兽，你把他抱给我，我带他去找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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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没事没事，啊，你忍太久了，忍太久了。走，我们去找妈妈，我们走。好，没事没事。走，我们去找妈妈，走。没事没事。走，小总。找妈妈，没事没事，找妈妈走，没事没事，慢慢走。他吃饱了吗？要不要去玩？先去玩好不好？他是不是有点重？对，他快12公斤哦。他快十二公斤？快十二公斤。一岁快十二公斤？你怎么养的？我们是奶爸，专业奶爸。你是奶爸？对，他请育婴假照顾的。好感动哦，新老男人呢？我都不会，都是他。刚刚我说我也要找这样的老公。你看，爸爸，先放。爸爸抱，先爸爸抱，很棒哎！他是不是要熟悉一下，需要吗？漂亮的姐姐马上就可以了。Let's go！ 漂亮姐姐可以，马上就被带走了。交给你了，交给我。哎，你先管他们啊。好，你先扶着一下他的头，小心。好，我陪你好，你可以先。好好好，我陪他好了。他在注意那个甜点。甜点都还没有上呢，好，没事，你先确认。来，立冬叔叔，不好意思，我帮你消毒一下。来来来。你是谁？小肉包。他是小肉包。对，菲菲。这个是 Nissi， 然后这个是小珠宝。小珠宝。对。好会记名字哦，你好像那个安亲班老师。对。哦吼吼吼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好厉害哦！呀呀呀呀，呀一呀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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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肉包，认真的，来，哎，小肉包在这里，那是 Nissi， 他是谁？那是 Nissi， 对 ，Nissi 是不讨厌我的，菲菲，小珠宝，小肉包是谁？小肉包在那里，那是小肉包，小肉包，他是小珠宝，小珠宝。那你有什么技巧吗？就是开带他们玩。好，哎，姐姐，这种都怎么带比较好？莎莎阿姨有没有什么招式？怎么让他们开心？乖乖啊，乖乖！如果我要再点一个香蕉奶昔，简单的。哎，你帮我顾一下。好好好。一打四。我一打四哦。加油！哎，小心啊！哎，不好。绿色球球，红色球球，不见。天哪，一片安静，但是你们没有哭就好了。你看，爸，爸，飞高高，咻，耶，爸，爸，飞高高，咻，耶，开心吗？这是小珠宝。哦，来发现了，哇，看镜头了，哇，镜头厉害，你喜欢那个就会是。什么称呼？哇，菲菲在拆 GoPro， 被踩脚了，菲菲被踩脚了，菲菲在拆 GoPro 了，球球不见了，菲菲在拆 GoPro， 哇，他把 GoPro 拆掉了，吼，他又要把这个拆掉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哇，赞，你这样最上镜了哦。上镜的女孩哦，哇，是她吗？最上镜的女孩是她。哇哇哇，她又要把它摔掉了。哇，哎，她很会找镜头哎。
有没有看到他有一点在憋住他的那个啊？真的吗？对，可是他漂亮姐姐，他都可以耶。他应该是，他因为刚刚是那个怪叔叔，真的是怪叔叔。但是你很厉害了，你还有忍住，还有忍住，但是漂亮姐姐。漂亮姐姐可以，那怪叔叔可以吗？叔叔要试试看吗？看看会哭吗？来，叔叔，也是两个小孩的爸爸，叔叔拜托。叔叔可以啊，叔叔爸爸可以啦，当然可以，可以呀、啊。浩哥，H3的甜点也都可以全上了。谢谢你，那渣渣做的，对，再试试看，甜点都是渣渣做的。张大亮，坐飞机，嘿，咻，咻！哎，你不要增加我们难度好不好？啊，瑜伽那个，这个也可以吗？咻！我们都去那个耗子叔叔那边玩，我们都去耗子叔叔那边玩，他很会秀哦，他很会秀。这是什么？好棒哦！摇摇摇摇摇摇摇！我变成牛了。哎，他哭了。没事，没事。太多人了，太多人了哈，太多人，没事。赶紧去找毛毛好不好？太多人。耗子失败了，你看，啊，你太吵了，你声音太尖了。来，我们来，叔叔帮你穿袜子。哇，小乔呢？小乔的女孩哦，小乔在哪里？因为你是他的女主角，穿袜袜。一二，时间到了，他要，菲菲也要，哦，菲菲啊，菲菲，他刚刚不是有飞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他没有试过这个的。好，这样，好，呀，来，他赖着不走，来，好，不是，你不要两个都给，一只两只太过分了吧？呜呼，他可以换人了吗？好 ，OK。我看起来又很累的样子吗？还好，那就先让他坐着。叔叔没力了，叔叔没力。我觉得今天有点屁事哎，没有吗？有啦，我觉得这几天都蛮好的啊。其实。应该算是 peace 吗？应该算我们就顺手吧。你想要来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吗？没有。我们可以再来抽签一下，把外场的调进来。不要，不用。
啊，你对对对，你这样子哇，帅带，这样子就完全，他是帅带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是他没有在课，他这样子帅带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有那个杯子，然后可以装一点冰块跟冰水吗？好，哎，立冬，好看一下，好，你看多大的杯子？我看一下他是吗？多大的杯子？就他的奶可以让他放在里面吗？对，让他你的奶瓶要放在里面。对，哎，小猪宝 ，Hello， 那我来。我去送个章。为什么是我？哎，我们这边都一家亲呐。妈妈休息，妈妈休息。我来。你们的奶酪，这个莎莎做的哦，沙丁奶酪，请慢用。他等一下要玩再跟我讲。他应该也会飞高高，喜欢吧？好好好，我储备一下体力，等一下再飞。好，谢谢。好。你要直接自己喝吗？还叫我？嗯，他在讲话、啊。哦，这样子，那你我扶。我扶。嗯，谢谢。饮料很好喝。谢谢。超好喝的，而且我刚刚有说，因为我平常都喝无糖。哦。所以帮我调那个，我觉得蛮刚好的。好。对，好喝。它只有那个野果的甜而已。对。嗯。那蛮刚好的，因为有时候我跟人家说我喝无糖，然后外面就会调出来，真的是味道非常的奇怪。对。来骑马了，哎，呀！哇，你看，你看，骑马，嘎啦嘎啦嘎啦，呀！走，你要走了，骑马，走。谢谢，辛苦了。睡着了。哇，他怎么还含着泪？嗯，怎么了？含泪睡着。对啊。应该是你刚刚害的。啊，让他太开心了。啊，是吗？他等一下尝试我的飞高高，看看。他冷。看哥先休息。他喜欢看石头。有点累。好久没有抱小孩睡觉。有回味吗？蛮回味的。我真没想到他后来在我身上睡着。那因为我孩子也大了，好久没有抱小孩。我抱到手发抖，那个时候我又不想，打断他这么快乐的睡着的时光，可是抱着小孩那种，给他安全感，让他可以在你怀中睡着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很好。今天是我最快乐的就是这些事情。一组一组来，对，一组一组来。抓周比赛开始哦。我觉得我马上可以去参观，反正我来来要走，我们去参观一下抓周比赛。来，所有宝宝可以先着装哦。哎，最后一个宝宝来了。哎呦，大海欢迎光临。哦，是个公主哎。欢迎。刚好赶上我们的抓周时间。你们先入座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这边给小宝宝穿这个虎衣戴虎帽，然后穿虎鞋，穿衣服来，然后围兜兜帮他穿起来。你喜欢穿红色还是粉红色？要哪一个？啊，粉红色，因为他眼神在看粉红色，真的。哦，他爸也穿粉红色，算这个围兜兜穿起来。我穿吗？对，不是你，对，给谁穿？给淑女穿，你帮他穿起来。不是，Missy 他妈。来，这红妹妹。弟弟还没是阿姆哦，弟弟啊，弟弟啊，阿哥快应该要转一点，快我了呗，要再矮一点嘛，这样好，谢谢，哎哎，嘿嘿，压倒性的胜利，嘿嘿，喝一点，哇，完全搭配。好了，Nisi，我们现在过聪明门。好，过聪明门了。耶，过聪明门，让他聪明过人，智慧开门。耶！过聪明门。哦，要过了，要过了。哎，我们跳吧。哎，过聪明耶！聪明过人，智慧开门。那妈妈选一个礼物送给他，选一个礼物送给他。哇！健康。三朵安菇桂，
一辈子平安又富贵。好了，来妈妈，我们来帮你点东西。黑胡椒。OK， 好，甜米酥 OK。水果茶。水果茶对。那我先去帮你点菜。好啊，那峰哥，我想这个主食的话，可不可以要外带？要想有没有东西。没问题。我先去。麻烦你。好。抓周开始，你去抓周。一个喜欢的。爸爸要过了。哎，爸爸过聪明了。你过了。我那个。要裸，选一个。好了，他现在已经走入了选择区了。他想要裸，结果没不给他。他想要裸，结果你不给他。他想要靠爸爸。他选爸，哎，爸爸一辈子养你，耶，最好的选择，耶。爸爸加油哦，多赚一点钱哦。爸爸哭了，爸爸，爸爸就对了。选罗就给他选罗吧，给他哪一个？他喜欢古典乐，哪一个？还是要。我觉得他应该是有选择障碍。不是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准备宵夜。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，选到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厨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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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到三星，日本料理。小猪宝，找宝宝，找宝宝，来，喵，没事没事，哥哥，我们往前爬，喂喂喂，哎 ，hello， 他好稳哦，哎，我过聪明门，智慧过人，耶，哦，好有过年的感觉，爸爸选一个礼物送他，快点，爸爸选一个礼物，爸爸也选阿姑贵，阿姑贵一辈子平安又富贵，抓周开始，抓周。他只是看看，哎呦，世界，环游世界，他要当那个探险家。哎，什么？爸爸，你看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有在移动。爸爸想要的很明显哦。爸爸不要这样子哦，压力太大哦。他现在在选择梳子，看很久。对。但是他想说，爸爸好像不是很喜欢这样子。他要当造型师。爸爸，这个不可以硬来哦。不能强迫婴儿的生长。强迫。你要，那你选一个好了。你要哪一个？你要哪一个？那个太吸引人了，他真的要那个。那锣是什么职业？他都想要锣。锣是什么职业？哎，传统乐器耶！乐师，乐师，发扬光大，扬名海外，红尘万里。红大，红大，我快吃完了，好厉害哦！来，妈妈，这是你的饮料。谢谢康哥。你选一个礼物给他，选送给他，阿姑贵，可以换，可以换别的吗？可以换别的，阿姑贵，可以换一个吗？选过了，把它拿起来。爸妈都希望小朋友健康，来，进来哦。这是什么？厨师，这是厨师吧？三，这个是甜点的耶，甜点是吧？大姐加持他一下，大姐加持他一下，哦，甜甜蜜蜜。建筑师要开店了，斜杠斜杠斜杠，会有好几栋房子的甜点师傅。耶，穿老虎让你健康如虎。这样我们去找妈妈，我们去找妈妈。来 ，Go Go Go！ 妈妈在哪里？叫小老板，往前。小老板，哎，老板，笑起来好可爱哦，可爱哦。他现在像猫一样在揉。有当妈妈真的会。这个小我先示范给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先示范，叔叔过去了哦，叔叔，赶快来接叔叔，赶快来接叔叔哦，傻眼了，他好可爱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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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一步一脚印这种，聪明聪明，是第一名，来，帮妈妈选一个东西。妈妈送一个礼物给他，鸡腿，鸡腿是吧？嘴加大鸡腿，让你越大汗越水。一机飞机，三飞机，飞机师一飞冲天！哇！他是会拥有飞机吗？哇！私人飞机也有可能是阿机师，阿机机师啦，他是一个机师，阿机师也没有机师啊，机师对啊，机师哇！还是
想要抓什么？还想抓什么？想哪一个？算盘。数学老师，数学老师哦，你是哦，哦，那一样，跟妈妈一样，哇，赚大钱，赚大钱，又是机智又会算，机智，厉害，他拿赚大钱，他拿对了，所以他是真的遗传，比较喜欢这个，对，人家是好棒，那就跟着拍手，好棒哦，好兴奋，哦，好喝吗？好喝，刚刚。哎呦！那等一下去抓周好不好？小孩子的生日，你觉得要送他什么小蛋糕吗？是 Missy。对，我知道了，我们把那个奶酪上面铺满满满的金箔，对吧？还可以啊。行过聪明门，耶！航航加油！声音的反应怎么样？还可以。敲锣一声智慧开，嘿！我先走，好红就是不喜欢我。没事没事，受伤你受伤离去。红蓝，哇，好快就过了，好快就过了。真的，你是他人生的绊脚石。他需要人哄哄啊，选一个，我们选一个好不好？好，选一个哦。你选一个你喜欢的好不好啦？真的，选职业要像你这样，要慎选，想清楚。OK， 你是最像名模的小孩，希望你爸爸有几个？爸爸几公分？爸爸。那你很有可能真的会成为名模。哄哄，你他在摆 pose。对，他在摆，他随时都厌世。对。哎呦。什么？拿了，医生，医生吗？一秒钟，两秒钟，哎，他抓着哦，耶！医生确认当医生，悬壶济世，华佗在世。他催你，他催你很大声。他不能大声的。你觉得那个医生好吗？你觉得医生不错，是不是？他希望你，他希望你离开。他的脸。请问爸爸跟妈妈谁爱瞪人？都喜欢，都喜欢，是不是？要选什么？地球。哇！他要环游世界去救人呢。环游世界可以参考叔叔那一本书《流浪日记》哦，里面有写环游世界的经过。要抓周了，恭喜你一岁了。今天压轴抓周的这位，来啊，盛装出席。哎，他好像要走红毯哦，即将经过我们红毯的是谁呢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未来的明星，小星星。哦，他就是要站着走红毯哦。让我们把聪明们啊降高了，降高了，升高吧，降一降。哎，聪明过了。也是站着选，好像在 shopping 哦。哦，他指了，他指钢琴。那你拿起来。干嘛？你有掌声，我不选的。哎，你就是我们游的一份子嘛。快 Q 观众，哎，演唱会等级的哦。你要哪一个？他都要啊。你要这个哦。哦，你看。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哎哎，竞争对手处理掉。小星星是我们未来的大明星，耶！专辑大卖，耶！抓周成功了，耶！祝你们平安长大，谢谢。嗨，耶！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不要忘记这个姿势哦。莎莎，
然后我们这边呢，就是我们有帮所有小朋友做一个小蛋糕。哦哟。然后祝所有小朋友呢周岁生日快乐。游戏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们生日快乐，祝你们生日。今天觉得充满了朝气，因为我们未来的主人翁来到了我们餐厅用餐，真的很开心。抓周对小我朋友来说是完全没有印象，但是对家人来说是一个这一生可能只有一次，很开心。我们就是在财神那里可以给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回忆，然后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。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还蛮 OK 的，因为其实很多人是不敢去接触宝宝，然后我觉得大家都还算蛮敢尝试，然后就我觉得今天的宝宝就是也算是蛮愿意就是配合的，而且大家都会用一种就是吸引宝宝的方式，然后转移宝宝注意力。我还蛮惊讶大家今天还蛮快就把就是小朋友带离妈妈身边，很厉害耶，其实不太容易。今天这一天会是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天，因为刚好被分配到抓周的那一个司仪，所以我希望可以讲一些很让他们觉得很被祝福的话，然后那个祝福的话可以成真，然后跟着他们一辈子，好一辈子小朋友健健康康这样。当初我记得我老婆她要生的时候，因为什么巧克力囊肿的很久一段时间没有怀孕，那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讲说，老公今天有一只鸟飞到我们家，哎，然后我就抱着她转圈圈这样，我知道那是一只送子鸟。今天这个主题我也很想跟我的小孩说，啊，臭把亏你，我谢谢你们。我谢谢你们当爸爸的小孩。可以当你们的爸爸，我好幸福啊。这一封信打开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了。哦，突然有点觉得舍不得哎，好，我要看喽。要看啦。还是我们自己设一个主题。好哎，好啦，看一下。你如果最后一天，你想要做什么主题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办一个海滩趴，在那边，然后请很多辣妹来，帅哥美女拍。我想我们几个好好吃个饭，聊个天就好。哎呦，不要服务别人了。哇。然后想嘞，最后一天哦，就是希望打开这一个牛皮纸袋的时候，可以告诉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。在接下来的开端，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哎呀，这是我的最后一天。谢谢立冬，谢谢。我想问啦，就是你们这样子对我们家的评价，五天，攻读生下来，对，没有什么差别。没有被叫，等一下，你不要这样子。我觉得我还是要夸奖一下立冬，就是立冬除了是笑话生产者之外，他其实还是帮了。他是无怨无悔的人，他其实蛮努力的，蛮努力的，他其实蛮认真在帮我们每一个人做事。今天我看到蛮感动，因为后来不是在抓周吗？最后有来一个母女嘛，然后我就跑去陪着他做，
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，哇，张立东，对，他在那边收集他的桌子，所以我就感觉到这小子，很会在我面前表现。我也是要讲这个，没有，我就觉得很开心啊，可以跟大家一起。谢谢啦，就是 也希望你学到一些，有，希望你不会忘记我们。就学着学着观察每一个伙伴的他的脾气啊，哎呦，他的一些美感、啊。那你觉得谁的脾气最差？没有人脾气不好。我个人看着我讲这句话，没有我个人觉得没有人脾气不好，是不是？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他工作的模式方模式啊。那你我们如果是工作伙伴，我去融入了，我就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有脾气的人，对，反而你去体谅他，他也会体谅你。就互相站在互相的立场去想事情，就没有这件事，就没有这个谁脾气大不大的问题。很谢谢地东这五天来的奉献啊！好，五天真的很值得。那谢谢，跟你们工作很开心，耶，这是重点。谢谢，谢谢地东，谢谢地东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这五天跟我的伙伴们相处，我觉得好像一开始是他们可能说，哦，你怎么又来？到后面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有一点需要你的感觉，这个需要你是有点你在的时候呢，他们会很放心的去，因为一个团队一定遇到很多问题，那一定有一些 moment 是空掉的，所以就是会很快的叫我马上就到，随传随到，那不管任务是什么，做好做不好，至少我有在做，然后呢慢慢求进步，希望我可以有朝一日可以跟这些人在一起相处，一起工作。好，那我要看最后一天要干嘛咯。嗨，伙伴们，这四个月以来，屏东车程赐予我们的能量，成就财城那里的美好。最后一天营业，我们将迎接车程朋友，回馈他们满满的感谢。所以代表这个是没有预约制吗？你们自己决定，就是明天他们入店的规定是他们的户籍必须在车程下。哦，户籍在车程，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数你们觉得是比较做得来的？三轮吧。你说多加一轮是不是？一轮差不多十到。因为我们最主要这边有讲到回馈嘛，车程相亲回馈大套餐。那回馈我觉得那个单价应该要定的要非常回馈的，就1200块。要和。哇塞！流水席，流水席，十大杰出青年有多坏？现在，干脆我们明天弄一个外卖，不是外卖，就让他排队，一直排，看排多远。对，然后就，然后我们做到完，无限上岗 ，no limit。我发现我们一步一步在完成我们第一集开始祈求的愿望，冰店先有了。有人许愿宠物店，有人许愿安心班，好像我都有许到愿。然后还有什么啊？哦 ，casino。我今天才恍然大悟这件事，很慢，反应超慢。我今天才发现说，开一家店的真谛是什么？原来你准备的这一些餐点，它只是一个媒介。借由这个餐点，然后吸引这些客人来，在这边静静守候他们来，然后分享他们的故事。原来这是开一家店它最有趣的地方。虽然我们之中有争执，然后有发生一些不是很正确的事情，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把自己调整回自己该有的位置，然后彼此之间的感情，就算今天新加入的这两位，我觉得我们很快的时间就凝聚在一起，就算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一定会有一个人上来帮你，在你后面做后盾，大家都是一条心，然后都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事情完成，然后希望可以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客人。那个一条心是让我觉得最舍不得的，因为无怨无悔，然后完全彼此的去cover 对方，这种的那种友情跟这种工作情是最舍不得的地方。就很珍惜吧，就像自己演唱会的感觉一样。
看拆台的时候，嗯，然后跟这群人也是有很多的 OS， 但也很珍惜，觉得很不容易。我觉得我很谢谢这一段日子所有人的陪伴，不管是这个空间，或者是这里的天空海，然后还有说一切，我觉得他们带给我很多的快乐。我觉得我做了一件我以后想到还是会觉得开心，然后会觉得自己很棒的事情，因为我不止交了很多新朋友，然后我在短时间内研究了每一个人的个性，然后知道怎么样跟他们讲话，所以我很谢谢我自己这一段时间的努力。毕竟也是相处了四个月，然后这四个月我们没有脚本，我们又没有人物的安排，所有的事情就是再次碰撞出来，多少还是会觉得蛮舍不得。刚在讨论最后一次的时候，有突然有一刹那觉得，哦，好像要在坐在这边讲话，好像明天是最后一次。哇，怎么突然觉得时间过得好快，一下子就最后一天了。我不在意你曾经忘过谁，也不在意你突然走离别，这个瞬间那么珍贵，求求你不要太迂回。我不在意你曾经忘过谁，也不在意你一贯的谎言，只要你能给我一秒的珍贵。就是和那一天一样的今天，你是笑得比天空更像晴天，怎么能有人笑得那么天真无邪，却会让人流泪？还是和那一天一样的沦陷，只是你已经不在我身边，说了再见但是却再也不见。我不在意你曾经